哈，好像帅的还不够彻底啊。已经够帅了，还可以更帅一点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let me introduce to you. At Future. 我们公司的女员工今天肯定都没心情上班了。At Future. 你确定这是女员工吗？好像确实有点难拒绝。我堂堂唐家男居然沦落到这个地步。想上厕所呀？师傅，停车。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磁场？为什么每次见面都会产生特殊的化学反应？如果你这么做是想要引起我对你的注意的话，那么恭喜你，你成功了。是不是觉得我今天太帅了？人家其实是想要再进一步。需要我哄你吗？